Selena 陈一如联合国亮相，纽约开唱，国际巨星排场。是谁是谁就这样长驱直入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elena。我是陈一如。台湾歌手 Selena 和陈一如或要到美国纽约参加新春群星演唱会，将站上 PlayStation Theater， 昨天在联合国举行记者会。这个之后可以叫国际巨星。自己讲。我们刚刚进来其实都还是拿就是证件都可以进来。No Taiwan ID。 果然是国际巨星，待遇有差了。两人这次来纽约都有些特别。我已经嫁人了嘛，所以已经很多年过年都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过，可是今年就是很幸福，当他们最幸福的女儿一样，就可以一家人在纽约团圆，然后过中国除夕这样。你们到中央公园跑跑步啊，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梦想，感觉自己在拍好莱坞电影的感觉。然后可能还会有个艳遇这样子，亘古长眠的灯塔，还第一次把头抱去不为过。今晚结束后有空去中央公园跑跑。联合国的中国实习生还被电视剧台词示爱，也算是台湾之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Selena 任嘉萱。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 陈一如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猴年行大运。